看，我进来，站到你看，这个是我的办公室。哦，这是工作室，办公的地方。然后又是书房，好多用处。开店的时候要做剪辑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你看我那么多 ，OK， 我稍微看一下就是了。嗯，好的。遵命一下，拉一下那个